他在没有房卡，我就他回来房间。呜呼！啊，对，我室友就是蔡正，我刚忘记讲了。刚去外面浪啦，抱歉。我现在应该很顺吧？直播没声音？啊？现在有声音吗？还是一样没声音？有声音吗，各位？刚就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，就是说刚好蔡真就传来跟我讲说他需要我到某个层楼去救他，因为他没有带房卡。然后我一看那讯息之后，我跳回来，那个时间就整个卡住。怎么长痘痘了？人都会长痘痘啊！啊？我现在是静音的吗？嗨，我现在讲话有声音吗？我讲话没声音？怎么可能？现在嘞？现在有声音吧？有声音吗？不可能呢、欸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刚一整个都超顺的，然后现在大卡住。现在有卡住吗？我不知道，你不然你看一下。我现在看都超顺的啊，时间都还有在跑。我也没有在宕机啊，为什么这样子？大家好，我是。就一看我是卡住。喂。哎，怎么？哎、欸，这个是我在去救你以前的直播哎、欸。Oh no！ 是卡。啊？那再一次。有啊。嗯，有啊。啊？怎么？我现在看是没留言。有啊！啊？为什么我没看到留言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所以手机看到留言吗？看得到啊。啊？怎么看到留言？要看不到留言呢、欸？怎么办？我重刷过。你这样刷，一样没有留言。那那样。一样没有留言。闹鬼。我真的看不到留言呢。阿爸，你电脑借我用电脑看。我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剩六趴。好，没有这个饭店有那个 WiFi。继续。蛮喜欢用电脑看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各位等我一下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蓝弟也在直播哎、欸。对，刚跟我同时间，好，我看到留言了，我看到留言了，看一下有谁，佳琪，嗨，佳琪，嗨，水风，水风，你现在在饭店吗？我现在用这个看留言，蔡真来到镜头前，他现在状况有点不太佳。有了有了，
嗨，文婷，我们现在在做什么？那种卖东西的直播。现在我们这条毛巾，我们是YSL 联名。YSL 联名，然后是刚进的。板娘是不是只有三件？只有三件而已。现在身上这边是已经开包的。我们这边设计的 logo 是钢印的、哦，就是直接钢直接印下去。这边是重磅的，那我们现在 model 身上就只有一个尺寸。Yes。对，你要怎么卖？一件。一件的话就是说杨妹妹加一。杨妹妹加一吗？大家喜欢杨妹妹加一，那我们。哎，对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想到，我可以介绍我们带的行李。哦，我们可以讲，哎，这可以讲吗？可是这个要。我要剪进去影片里面，就要当惊喜嘛，就是那个当惊喜啊，当惊喜，当惊喜好。一条多少？八万。八万五。我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行李，你的可以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啊，内裤。好，内裤先收。我现在看不到脸，我还要搬电呢。准备查房喽，还没嘞，姐还没。谁打？Michelle 啊，这个不行。Michelle 是住在 IG 里面吗？没有，他直播都会看。看他留言说什么？有录影片是吗？他好，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带的行李。好，撑起来。哎，我超夸张，我带好几套衣服来。我也没有带好几套啊，就是虽然才三天，可是我这边一二三三件，然后今天穿的一件。还有一件这个身上这个，然后裤子之前穿过的，查房吗？查房来了，鬼哥查来查房。然后这边裤子穿过的，底下是衣服。然后姐怎么了？我们在直播。有常温。然后这边是蔡正的行李，我看不到留言呢，怎么办？没有啦。啊，我想说一下。然后这边是。哎，这个不能拍。所以是你来查房是吗？开直播啊！哎，看南星姐，南星姐，欢迎回来上班。我没有，他来加班。查房，你们两个现在我们没有，我没有常人、啊。常人，我没有常人，没有常人。有疯子。洪文婷，出来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哪里有洪文婷啦？哪里有洪文婷？你好疯！你到时候你要剪 vlog 是吗？我剪个屁！啊，你录这干嘛？下回说要拍啊。那你这个影片传给我，我马上剪 vlog。好啊，行啊，好行，好，没事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对啊，就这样。这么无聊？怎么会无聊？你给我一点素材啊！给你素材吗？请问你们今天去高雄玩了什么？我们今天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今天去六合夜市，然后去六合夜市真的是有点少人，然后我们就转站去瑞丰夜市。然后也就是偏还好，我们想说，高雄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。我去巨蛋，哇，煞无聊的，而且好热哦。巨蛋。高雄巨蛋， 巨蛋啊，那有什么？就是它有很像百货的，很大，可是就是很无聊。但是它现在有周年庆，哇，很多东西很便宜哦。我们在想说，就是明天可能会想要在附近的夜市逛逛看，买东西、啊。附近感觉很小可是至少比其他地方好。可是高雄，我不知道高雄就是它就是很多，它就是分很开，它不像一区像西门町，而且一大区这样，它是很分很开。这边订东西就不这边买东西就要够大排队。我傻眼，拍啥？就是有一个，今天有一个那个鸡蛋糕，它叫做脆到美朋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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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就是跟黄，因为我今天跟黄婷他们一起去，我跟黄婷说，我想吃脆到美朋友。他跟我说，他以为我在开玩笑，我说我没在开玩笑。他说那什么，怎么可能会有鸡蛋糕叫做脆到美朋友？我说真的叫脆到美朋友。我带他去看，然后就叫他脆到美朋友，然后大排长龙，我就说算了，以后再吃好了。好，真的没朋友啊！那间店，真的是没嘛。然后我们就觉得，有点吓到，怎么会这样？那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吗？没有，变大。我们今天吃瑞丰夜市的牛排，我要抱怨。你知道我们吃了170块的牛排，因为台北几乎都150嘛，然后还有什么吃到饱什么之类。然后那个瑞丰夜市的牛排170块，然后长这样。哈？屁啊！这样子哦，然后差不多这么厚。人这么小，对，然后吃，然后我会说真的，然后吃起来那时候我口感超不像牛排，但是它味道是肉，就很像一个组合肉，而且我再给你讲个小惊喜，我戴丽姐的项链哦。为什么你要？哦，我跟你说，我跟原子少女很多人都关系不浅，好吗？你关系太复杂了。我就关系就很复杂，我只是不想让你们知道而已。我今天要去睡谁
房间我也不跟你们讲。今天再跟你，我跟你说一个，我今天搭建车花费。哎、欸，超夸张！因为我今天下午去跟家人吃，跟我家人吃饭，然后我有去逛逛干嘛的？你猜我建车花多少？1200。屁啦！你知道去哪吗？左营跟他家人吃饭，神经病。看你坐建车到左营去。对啊。坐多久？40分钟。神经病。然后回，那这次到回来的时候，那个司机不知道是怎样。他就一直绕路，当时又没有电，没办法看导航，一定被骗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要说他最重点是他去左营吃什么东西就算了，他去左营给我吃姜母鸭，哈哈哈哈哈，姜母鸭这么热的天气耶，没有，就我姑姑说，就是一起吃饭啊，因为我奶奶她没有了，就为了要看演唱会，就从花莲过来，然后就一过去姜母鸭店，对啊，1200。哎，那你知道我们在那个瑞丰夜市那边的清新要买饮料的时候，我们看到。我跟徐梦的访问节目在清新的电影院，真的假的？那你有跟店员说，我可以帮你签个名哦，没关系。没有，那时候就很好笑，因为那时候我就太激动了，然后之后洪婷他们就说：“哎、欸，猜这是你耶。”我就真的是我耶，天哪，你看呀！然后之后全部人都在看我。那店员有说什么吗？对，就这样。哦，是猜这你们在上面哦。反应有够没礼貌，在下面。我说，对，那是我。有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，真是帅到没朋友哎、欸！对，真是帅到没朋友。哎、欸，姐，你洗澡了吗？当然。你有泡浴缸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好舒服哦。你第一次泡浴缸？没有，就是它的那个，就是它的，我不知道它的水的味道是什么，它水的味道很香哎、欸。姐，那我跟你说，你知道这饭店有闹鬼吗？不要跟我讲这个，真的假的？啊！然后有饭店的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对，反正就是我们上网查，有蓝壳。没有这么严重，但是就是有发生一些小趣事。哎、欸，你知道黄婷他们的房间怎样吗？他们格局超怪的。我刚刚在他们房间，我跟你说，他们房间这边。让我们来示意图。这个示意图是这样，我们一进来的时候，我看到里面怎么有一个门，就多一个门哦。我就打开，还有另外一个门。然后那个门是没有手把的，另外门是锁死的。哦，你知道那是什么门吗？串通的、哦、门哦。不是，那个像是饭店里头会有的家庭房。哦，是串通，就是那另外一间房间，它也可以开那个门，然后那个两间就变成它是通的。所以可是，哦，呀，哎，那你知道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bug 吗？哎、欸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今天原本要找那个鞋，就是拖鞋、欸，就你知道这个门打开长这样子。然后那时你知道那时候我还想说，哇，我这边的衣柜这么吓趴、啊，而且超隐秘，一打开就开不了。然后打不开，我以为走工装风，就哎、欸、打不开，我想说那应该是。应该是没什么东西，而且可是包绳这那另外一个呢？这个开不了，另外一个开不了，这是死的，这是死的。那你们的鞋子放哪？我们就放地板，它因为它没有鞋柜，然后打开是怎么？它就这样压，它就弹出来。对，因为那个买找鞋子，而且你知道鞋子要放哪吗？来跟你说，正常不会知道鞋子放哪。我们找超久的，但那个拖鞋超难找。它放在这边哦，这边的这边。超难找的，我们找超久。请问谁硬会进来这边，然后翻柜子啊？你们的房间是的，那个蛮怪。可是鞋子拖鞋放那边也蛮怪。黄文婷的那个更怪，因为他那里没办法。我们这里还算，可是黄文婷那个门超怪。可是他那个门就是很奇怪。好阴森哦！不要吓我啦！我等一下还得回去呢，我现在一个人查房。好了，你先去查别人啦，我怕学机体爆掉。对啊。拜拜拜拜。姐拜拜。拜啦，我走了。拜路拜路拜路。哎，那你知道我要跟你讲一个，我角色到了。你看他的衣服啦！天哪，这是你睡衣？这是我睡衣啊，这个是粉丝送的。你们整个给高雄复评没有给复评，我们只是在讲一些我们住进来有一些就是小状况跟大家分享，没有说复评。我觉得这间饭店住起来还是蛮舒服的。压到。哦。那时候因为挤压，然后压到，然后这个这样小小打开，然后开始狂流。我们住什么饭店？当然是不会跟你们说啊。我们想说那个什么服务员会不会想说？国宾吗？真的不知道。对啊，我想我想知道文黄文婷跟谁睡。明天见。彩排可以没讲嘞。陈龙的室友是谁？啊，我不知道。今天查房好 boring 哦。我以为会很好玩嘞。我以为会那一种，哎、欸，怎样，就这样而已哦。就很普通。他们刚刚说怎么样？他们刚听到我们一系列的故事，他们有说什么吗？他们就说，我们在给高雄复评。我没有啊。我们没有给复评的，我们只是给一些我们最真实的意见。这种房间这里有点，也不是说怪啊，就是有点，
不知道、啊、我其他头很晕。你靠腰，你认真哦。我是觉得还好啊，我还好。不要讲那些饭店，没有了姐 ，Apple 姐，我们没有讲饭店，我们也不能讲。明天去光和看无所事事的小海豹，没时间。子祥室友是谁？不要只问这种问题，你们去问他们。你们可以直接问他本人啊，虽然他们本人应该是也是不会有回答的。嗯嗯，可以去房间玩枕头大战吗？不要，好累哦。对啊，哎，你知道我今天总共这样睡睡醒醒，我睡了三次吗？我今天到现在还没有睡，我游览车上就睡半个小时。我游览车上我有睡，哎，我很像有睡。然后起来就开始 KTV 时间了。我很像是在那边晚摊吃神，你知道我用这个晚摊吃神吗？也太小了。后面我去玩那个，那叫什么？那叫什么东西？啊，我们后面不是都去玩 Switch？、嗯、我玩到神奇。我不是那时候在玩解谜游戏，然后我就玩了三大关哦，好爽，好爽，好舒服。谢谢 Apple 姐，谢谢苹果姐，我们会加油的，金苹果。一千计程车，对，我今天计程车真的搭超贵，搭1200。我过去的时候是400多块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我回来我停在某个地方，然后等于是我搭三趟，我第二次回来的时候400多，也是400多，然后再从那边回来，看500多块，我不知道从哪那么贵。你家人出钱吗？嗯，是不是吗？啊，你自己哦。还是不会说话的哑巴。我刚才也被压。我刚想说你在干嘛？为什么也不搭捷运？因为捷运就很热啊，就不想人挤。而且捷运又人，对，就是人挤，而且会透露出我们的行踪。等一下，我留言有点跑太快，我没有看到。嗯，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家在房间。没有，我们在逛夜市。嗯，你们等下吵，你们如果等下你们吵完房的话，可以来我们这边。玩玩，对啊，超像 K， 好像 KTV。你说我们现在这边吗？对啊，我们在 KTV 啊，我们刚在 KTV 茶房、啊、KTV 茶房。嗯，还有什么留言？我这都看不到，到底谁有看我直播？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一车的，就是游览车，我们这车很冷静。其实不是冷静，就是因为大家有点累。对，然后大家就是。各自聊，我们就是属于那种下午茶时间聊天派跟玩游戏派，我们就没有像另外一车，就是直接开一个现场演唱会。他们那个太累了，我们没有办法。因为毕竟他们那一车是几乎全部都是要演唱会彩排的人，然后我们这一车就是全部都要回饭店，所以我们就是养精蓄锐，然后晚上可以出去玩。但他们就是一定会后悔，对，因为他们现在回来都是要死不活。而且彩排真的好累，嗯，虽然我们还没彩排，但是听他们讲很累，嗯。明天会来左云吃馄饨吗？好远，应该是不会再去第二次。左云真的太远了，会不会今天集体都换饭店？不会、啊，又没有闹事。集体换饭店要花多少钱？我们这饭店就已经花不少钱了。可是我认真觉得，下次可以跟公司提议说，就是我们可以四个人，就是可以，其实可以四个人睡一间。你知道鬼哥他们的房间是两个单人床。然后他们没有像我们那么大，可是他们看起来就不会这么清凉，他们有点太清，他们就是看起来比较像家里的感觉，比较温馨一点。对，然后小木屋感比较重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真的太大，两个人住，我们是一个一个双人床，很可怕哎，晚上会不会有另外一个人跑到旁边睡你也不知道，而且你知道芭比的床旁边是一个就木头衣柜，那木头衣柜炸可怕，就是真的很欧美鬼片的那种，对啊，你看超可怕，对啊，超可怕。一车从台北睡到高雄，没有啦，也没有大家都在睡，也没有到，对，大家都在聊天跟玩。推灵记豆浆，好，可是我们明天应该结束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没东西了。可你知道我今天去夜市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第一个买的东西是什么吗？买什么？很像你，我也是，单纯就是说买那个。我今天去夜市，我今天在六合，我就吃了一个糖葫芦，然后我就没吃其他东西，然后我到。你原本想吃脆到你朋友，我没有，那是另外一个。到瑞丰的时候，我们只吃了牛排，
然后我饮料那些都没买，然后之后后面我就想要吃脆到没朋友，但大排长龙，我就想要算了，没得吃。嗯，那我算了。徐茂伟，你这样好，你就赶快过来我们房间。他们是不是还没查到房啊？哦，对哦。嗯，妈妈还要吃饭，我也很想啊。啊，但就太多人了。六合没什么，可是我今天经过六合，还感觉还蛮热闹的，虽然我没有去。没有，那是乍看外面吗？嗯，外面乍看起来，我那时候去都超清凉的，比花莲还清凉，我不知道，我吓到。六合很贵吗？你知道我原本去巨蛋，然后我一家就很多周年庆嘛，他最近有点，他就是有点像是百货，哇，我超一堆那种，你有没有认识？是铺马的帽 T、大雪 T， 一堆都在买一送一，然后就大概可能1900，哦，那还可以啦。但就是材质有点薄，其实我不知道，就是那时候，因为我们下去的时候，我们是那个嘛，服务生帮我们叫计程车。哦，是哦。嗯，然后他就说六，他说还骗我们，他说六合，他有点惨淡，最近没什么去逛，但是他吃的蛮多的。我们一去啊，呼，什么都没有吃的。对，然后高雄也不会逛六合，那你们都逛什么？对，你们都逛什么？可是你们讲，我们明天肯定逛不了。你要讲我们。我们大概是什么位置？爱河。爱河，嗯，差不多，应该位于85大楼，101旁边那边。嗯，101旁边。哦，外六合是。哎，其实我很想喝，你知道生的牛肉汤，啊，然后用倒。我知道，我真的我有吃过。可是我不知道这边到底有没有，因为我一直看到抖音上面有。我吃过，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温体牛还是什么的，反正就是我不知道，我觉得还可啦。没有让我觉得很惊艳。巨蛋还没开始周庆啊？有啦，今天有，但是不是每一间都有，就是稍可能几间店有。可能在我们心中有周庆啊，你们不知道而已。嗯哼，分房怎么分呢？自己分，嗯，自己找人。牛好大，好吃。是一间店吗？是一间店吗？还是他开玩笑？他们说不定刚刚听到我说吹到没朋友，以为我在开玩笑。这真的有这间店，上海汤包。嗯，自强夜市有好吃。自强，自强，花莲的吗？哎，这边啊，自强。好，我们再上网查。火锅店。基隆很，台北很多。博二很远很远就算了，然后又很像那种文创。丹丹，但是我们明天有早餐吃到饱哎。哦，对啊，那我们吃饭店。你知道我今天出门我买了什么吗？嗯、我就买了就是一组的 Nike 袜。哦，欸，忘记带黑色袜子。我买拖鞋，啊，要穿黑色拖鞋，不要穿黑色袜子。没有，因为我不想穿白色。哦，我买一个黑色拖鞋。然后说我们今天去买黑色拖鞋的时候，然后黄婷他们就去买其他东西。他们说，哎，那我们就去买其他东西啊。他们说他要去丢垃圾，我说好。他们丢到感觉像把自己人也丢掉，你知不知道？完全联络不到，对，消失。然后差不多过了10分钟吧，我们才联络到他们。我以为是怎样开飞航还是怎样。然后他们说：“哦，没有啦，我们想说要去吃个巴斯地瓜。”然后巴斯哦，对，然后手机就放着，然后干嘛？我们想说：“哦，好，话都你们在说。”淡淡的鲜奶茶甜棒，我们 OK 哦。欸，我有听说就是很好吃，哎，就是淡淡，但是我淡淡有晚餐哎。真的假的？认真，欸，我们这样很像花莲的土包子哎！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们就是花莲的土包子，牛老大超好吃。好，我等下吃。牛老大，所以是牛老大，是牛好大，是牛好大还是牛老大？丹是全天24小时吗？哦，真假的？丹这么神圣哦！哦，是24小时，是麦当劳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嘿、hey, ，来了，你稍等哦。那是谁嘞？我来了，是谁？我看到了啦。想躲？谁？你谁？哎、欸，你们查完房了吗？在直播吗？才不是嘞，我是故意的。嗨嗨。你们查完房了吗？查完，怎么刚洗好了吗？就流了，我头发是洗。你看起来像没洗澡。我头发湿了，你才没洗澡啊？哦，你刚不就穿这样吗？哎、欸，可是我跟哎、欸，我跟你们讲，有人敲门吗？没有啊。厕所的乳液很好用。
可是洗头的会那个吗？会干掉吗？会涩涩的。我可是我洗，但是它护发也不错。我洗不会干欸，只是它的那个很没泡泡。所以我洗两次。我挤到直接剩一半，但是它有两罐。你要用两天呢？要两天够用一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抽别的房间啊。但是它的，你不觉得汉沐浴露很香吗？很香。精油的味道，扎香的，哎、欸，是舒服的、欸，是舒服的，嗨嗨，哦，头发很湿，是舒服雷的。我现在也太好笑了，因为我没有开滤镜、啊。好，在这边哦，不要出。推海庆，海庆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有人说明天去吃，他说，哎、欸，你有吃过那种牛肉生的，然后用水烫牛肉汤？有啊。谁没有？没吃过啊，没吃过是土包子啊。他们说一个叫什么，有的说牛好大，然后又有的说牛老大，不知道到底是牛好大还是牛老大，就是很像是今天没吹头，就像你们今天听我说吹到没朋友，你们就是开玩笑一样。我先吹头发，哎、欸，那个吹风机炸难用，没办法。你说那吹风机像那个吗？像那个？感冒了。嗯，比那个更不好。它风超小的。啊，那时候那姐姐还可以炫耀说，哎、欸，你看。对。牛老大，牛老大，什么是牛好大？哦，牛老大，你们很胖哎、欸，你才胖嘞！你好没礼貌、哦，廖学文。哎、欸，再讲一个很好笑，你知道今天你很想离开，然后后面徐梦就来找，哎、欸，还是你才忘记，反正就徐梦来找啊，我忘记了，反正徐梦就来找我，他说，哎、欸，你在听 K-pop 吗？我就说我在听 K-pop 啊。他说你听炸拉声，整个走廊都是你的声音。我说没有啊，我想是那时候我在听 Blackpink 的歌。嗯。然后奇怪，我明明就开一半而已，然后后面就说我没有听很大声啊。他说你在那边那个什么，那什么Miss A 那叫什么歌啊 ？Goodbye baby goodbye。不是，哦、oh, Ki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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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、oh. 那个。他说你为什么要听 Ki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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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 那首歌这么久，还这么大声？然后我说没有，我没有。然后他们说那不然是谁？我说不知道，我们就一探究竟。然后。是 Nelson 跟廖学文，他们在房间给我大开演唱会，这就算了。然后我还没听到，那你知道我怎么叫他们吗？我趴在那个，我趴在地板上，然后这样往里面叫说：“请问里面在唱歌吗？Kiss Baby 哦。”我刚刚看你们的直播，我刚刚看到谁？我妈。你妈？对啊，我刚看我妈在里面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我现在你知道我留言看不到吗？我要用电脑看。真的假的？然后我直播里面有谁，我也看不到。我吹好头发。鸡鸭肉针，你们推太多，我们胃没有那么大，只可能只有他吃得完。没礼貌。哎，对，是我可能明天也没时间去。没礼貌。今天都要乱跑，也没有啦。哪有？哪有乱跑？我们没有乱跑，我们只是去我们该去的地方。丹丹真的很优质，我们知道很优质。丹丹汉堡吗？而且丹汉堡24小时哎。呀，哎、欸，这个水是可以喝的吗？可以啊，不然嘞？不然嘞，里面是有毒。不然是要叫飞白二，吓到。飞白二，有很多饭店都在这样啊。没有，他哪有说要收钱？这边的没有、啊。哪有水要跟你收钱？有，哪里？之前 W 饭店，我之前住别的饭店，他就是东西只要有洞，他就是叫你，就是要付。那你们被不能翻呢？200。哎200。浴室门不能开呢？600。我现在只不能用800。哎，看你想窗帘不能开哦，1000。门卡不能用12000。哎，都不要睡啊，睡地板。请问我们现在在开什么节目啊？大家在那边看我们聊天。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大家不是一直说金星号怎样，我们现在就在录金星号。好好简略。有要钱会写吧？没有，有些不会写。对啊，会啦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假的？有些真的不会。你说开了，然后才跟你说要付钱，就是他会退房的时候跟你讲。所以你知道，退房就有。所以有些家人才说，哎、欸，你们去饭店的时候不要冰箱东西不要动。杨妹妹毛巾85000。你知道杨妹妹毛巾什么吗？你说那毛巾呢？这个，我们刚才卖那个毛巾。我们刚刚我们就觉得现在在直播卖东西，然后我们就直接现场来了段直播秀。房间怎么办？是新妹妹啦，不是杨妹妹。新妹妹。我的行李有经理介绍完啦、啊。那你要不要去洗澡，姐？你不要你耶，那要如何？我只是问一下，没有逼迫你，我只是问。你刚刚有点命令式。我是说，姐是不是要洗澡？那有命令。想听介绍行李？我刚刚不是介绍完了？我刚才介绍房间一些神秘的三角洲、欸，哎。哪里？你说。有啊，我刚刚前面炸介绍的。嗯。
刚男星进来的时候，我们跟他聊了很多关于我们房间的。你们是谁插拔？男星姐，男星，我们是鬼哥。啊，他有什么？他有录影吗？有啊，都要录。啊，好无聊、哦。但他们进来查房很无聊，我以为看快。我以为会看东西，还这样走。你想想，来，孟维，好，哎，怎么样？好，拜拜。我想啊、哦，拜拜。哦，我们的是比较偏有趣一点点，我们是还有做一个访问聊天的动作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在聊的，我们刚在那边聊超多的。我们聊超多的，感觉他可以剪一集完全娱乐。喜欢丹丹有带一集，听说丹丹的蚵仔米酸好吃。丹丹有卖蚵仔米酸？有啊，甜甜的哎、欸嗯，它很多东西，它超多。牛肉面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但它很多，而且很便宜。吹到没朋友。吹到没朋友。吹到没朋友卖吗？但他真的是等很久哎，居然还要查房，因为就怕有些人会打时钟啊，玩太开。對啊、可能跑去什么游乐场玩，然后直接冷。但是我觉得查完房是最可怕的，因为查完房，他们就不会管说我们要去哪里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出去啊，除非他要跟那工作人员串通，但应该没那么大。应该是要搞那么大吗？那我直接跳窗户下去。有必要？有必要。为了要出去。有必要。他下面有20个大炮在拍的。金星芭比疑似要跳楼，哎呦哎呦，这是一个团咒。真的甜甜的，跟孟伟一样甜。好，你先走开，先我离开直播间。哎、欸，荧幕怎么会跳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它比较慢。我说它啊，不是不是，它会闪。不知道看到吗？可能发生一些鬼鬼的事情吧。佳琪还在哦，我这看不到到底有谁看直播。我帮你看。但是你手机可以点进去那个看。我们可以看啊，你们可以看。现在就是 IG 变态到就是一般人可以看我们在干嘛。我今天才是丹丹，好，丹丹知道了，还有牛老大。现在有三只 Michelle、Yuri、我妈、佳琪，嗯，才正，哎、欸，你好是看，因为 你用我的看啊、哦，哎呦，昏倒，跟我妈打招呼，嗨，孟伟妈妈，我用那个挥手，你用 wave， 对。在门缝，你知道一开始我真的以为他们会在门缝夹纸，哎。不可能啊，没有这种变态。我想说，干嘛要查房到这样？是高中婢女吗？要到夹子了，然后我还跑出来，什么东西？没有，鬼哥说可以出来啊。对，他们说可以出来。都最后一次了，不能放纵我们一点吗？要给我确定。成龙来串场，成龙有在吗？蔡政有给小卡了吗？谢谢你们。哎、欸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姑姑的女儿的朋友，同学，国小六生，他要给你们签名。等一下、哦、我讲一件事情。好，你看这个是。而且刚刚小组会议，刚刚小组会议，什么啦？好紧张，笑什么？没有，不是紧张，是我们明天有一些东西要临时刚刚收到讯息，对，然后讨论。大家甭紧张，甭紧张啊，甭紧张，没事没事。好想听，没事，大家没事。好，我们刚说到哪里？刚说到哪？吃小上海，我们到底有多少东西要吃？小上海不是？
台北就有了。可是我比较想要去台南的，因为台南吃的东西更多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又便宜，就听说就是小锅短网，小锅短网。哎，今天我们去，你知道我们今天去夜市看的时候，有一个面超大碗，但是我不知道没有很小。的。他就说：“哎，蔡总，你看小锅短网。”他是一锅砂锅哎，一个人吃哎，这个就有点。假如说火锅我分小锅、中锅、大锅，它应该是中锅，中锅，然后里面是可能中大，然后里面是就是面。对。然后他说。它很贵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感觉蛮好，就是小个短袜感觉。这边有乌马吗？乌马是什么？烧肉。哎，今天杨锦祥是说要吃一个什么烧肉，什么什么猪的。在唱名人家的名字了。把他们都讲好几次。他是今天在什么一个什么猪的？我觉得应该是韩式料理。因为我今天来回来的时候看到哇，好多烧烤店哦，而且是很大间两层楼的。为什么我的卡住？吃到饱。我觉得他们不，我觉得你刚说的东西有啦，有人有讲什么什么面，我不会念。什么沙？沙爹面吗？拉沙吗？拉沙？什么啦 ？Lisa 面？好笑。哦，乌马是台招。这个炭佐麻里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你把它全部挡住，我是沙。丽莎面，随便随便烤东珠东珠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杨锦祥说东珠东珠，我跟你说东珠东珠一定是韩式料理，对不对？有人说乌马在台中啦，他人生中没有什么不是韩式料理。台中吃乌马，乌马在台中。哎，有人在骂你好脏哦。谁？我吗？为什么？哎，我知道他是谁。谁？好，我们自己吃，放心的，你完蛋。哪里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就是什么什么 to be my life 的人，哪里？他说什么很脏？他说要不要赶快洗澡？很脏哎！啊啊啊！先不要吵啊！东叔东叔很难吃哎！你可以去睡觉。我肉搜你哦！肉搜，我们把你公开哦！芭比的服饰店会有外套吗？擦料有哦。乐沙哦，谢谢。乐沙，然后乐沙面。还是乐沙，乐沙，是首尔猪，乐沙。感觉你们很臭，我们已经洗完澡。我已经洗完澡了，什么感觉？我们很臭。不要这么乱讲话。东猪东东猪东猪了，东猪不行啊？猪到底好不好吃？这是该剪。Yuri 有人说你推荐的东西真的不行，惊叹号惊叹号。真假？炭佐麻里是在吃什么？哎，为什么你们的那么快啊？我的还在后面。因为我是连那个饭店的 WiFi 哦，可以哦。它是没有密码，没有密码。好，那我来连一下。你们很胖。茶六，台北是不是就有？茶，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茶六怎么听起来像茶街那种东西啊？应该不一样吧，属性不同吧。东珠我超，东珠我超爱念，像搞的哦哦哦，八香万真是油流，想说东珠你超爱，想说你是怎样每天都在吃吗？你在台北。台中版的乌马，可是乌马不是蛮贵的吗？而且你知道，我跟芭比前几天去吃饭的时候，发现一个小小雷同的一间店，就是那个苏基亚跟吉野家，他们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只是他们不一样的名字，对，不一样名字，只是可能不知道哎，可能就是你要连个 WiFi 这样子，可能就跑得动，那你可能就是冲，乌马2000，一个人2000。好贵啊！我们现在还可能没办法吃到那个地步。在吃和牛吗？可能就是啊。它好像就是挺贵的、啊。乌马没有很贵，一册才贵，一册是什么点吗？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很像乡下手？会吗？不会，我只是把我们看到的东西跟大家讲一下而已。好，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很土。那是猫猫。Paradise 是什么？现在大家都在唠英文就对了。你知道那个，就有人很喜欢讲那种英文啊，然后说他自己英文不好，然后他，然后跟你们说就是非常的这样。好了，这个我要揍人了。反正你们赚那么多，你确定？你我跟你说，如果你再讲一次，我们就把你公开。怎样？他打什么？我们直接把你公开。他说集合时间，或者说不要乱直播，吓一跳。可以这样互相交流，看你们都不会熟，都不熟，感觉很可爱。
哦，他觉得我们对于这边当地的东西不熟，他觉得我们这样交流生可爱的一件事情，不会觉得我们土。大拇哥。寿喜烧，哦，寿喜烧还可以。对好，你们这里是3214哈。3214，不要留在别人的。博二。不用密码、哦。不用，他这边的 WiFi 全都不用密码。一番地也好吃。一番地感觉很寿喜烧好吃，在那边上班可以请。Challenge， 而且我是 Challenge 老师。探索马里只有台南高雄有，真的假的？我们的 Janice 回归，真的有人在按铃吧？哪有人在按铃？你说他来看的是不是？谁 ？Janice 啊？对啊，他们来。Janice 大名。直播会留吗？不会。不会，你们有看过《原子少年》有人直播有留过吗？这顶光害我头发，现在是这样。天气。明天要干嘛？嗯，不知道，可能明天要去钓鱼吧。明天我们要去钓虾子啊。嗯啊，要钓虾场啊。我们要开演唱会。我们来玩的。不是，我很好奇，就是有些问题是真的真心在问，还是他们真的不知道？可能是不了解我们，因为那时候就有粉丝忘记了，反正就有粉丝问说，为什么我们那么多那个室内图、啊？反正就粉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有粉丝问说，想请问妈妈来高雄干嘛？我想说，他说妈妈怎么会跟旭威爸爸一起来高雄？我说，你说思绪吗？对，我想说啊，再跟我看一下来高雄然后坐那么大的游览车、哦。两个人，刚蓝弟留直播了，哦，那是蓝弟。我们不想跟别人一样。对，我们比较属于特别一点。草无到玩飞机。子祥进来了，子祥好忙哦。子祥你好。子祥好忙哦。子祥你怎么那么忙啊？子祥。而且我今天有去子祥的那个哎。哪个？子祥的酷几店哦。酷哈？真的假的？在巨蛋里面，汉神店。里面漂亮吗？就很高级。就是酷几这样。嗯，就酷几。就是酷几、哦。台南好吃 ，Q1 风鸣。喜欢吃羊肉乳吗？比较有骚味道。感觉冬天比较适合。今天好热哦。我今天逛夜市，我的大腿在流汗，超热。我今天脚酸到我没办法走路哎、欸。我原本今天回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健身真的太贵了。你说我要搭捷运、我受不了。我们也受不了啊，我们直接缆车。我们也是直接缆车。跟他们说在清新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哎、欸。我们刚刚讲过，哪一间的清新？各大清新都可以，清新。对，因为我们原本不知道 原本不知道，然后我们在买的时候，我们突然那个谁听到说，怎么有你们？然后我们是在播什么？忘记了你们刚播这个刚讲，就是那个播那个名人说，我有录、哦。对不起，我一直在捏卫生纸屑。你们看，有这是什么？妈妈，你看有名人说哦，看到了，有啦，我有录。你荧幕调暗你就看到，其实我很吵，所以我就没有发。好奇你们除了金星的大家以外，有跟其他星球谁最后？谁最后吗？上后吗？上后？我觉得成龙蛮后的。你跟成龙就后哎、欸，哪里嘞？我吗？就是。应该不用问了吧，就是我都蛮好的、啊。我以为你要讲什么嘞？没有啊，就没有什么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。我跟你说，到时候就有人标记你说芭比好可爱。芭比好可爱。那我放屁给他听。好笑。你放屁炸臭的，先不要。先不要。你们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之前在林口和你们拍照的小妹妹。你的大头照放在我们可能是不知道。昨天立马去哦，明天立马去买星星。最后，高秀伟的那个叙事都打不出来。打出来只是他们有没有心而已。因为最近看远就说、那個。我今天讲话怎么了？对不起。你在夜市有吃辣椒吗？我在夜市没有吃，但是我今天早上的早餐非常的辣。spicy 耶你！我跟你们说，各位，我本来就是这样，我人本来就是这样子。他本来就是這樣。我本来就是这样子。
留言好奇怪，看到的时间都不一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好，大家开始芭比好可爱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把这跳过。台南明天有大东夜市，我们是在高雄。你看，就是喜欢讲这种很可爱的问题。今天夜市好吃吗？你说夜市本人吗？我是没有吃到，但是牛排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就是有点小块，170，然后都长这样。哎、欸，以为是意式精致料理、欸，长得很酷哎、欸，它是椭圆形的哎、欸，而且是真的是，我跟陈乔都吃牛排，然后我们真的都长那样一模一样，就是一模一样椭圆形的，就这么小，就感觉它是用一个模型，然后里面塞组合肉。它、啊、多少钱？170啊，嗯，170啊，那跟我确定的，对啊。就很酷，这样小小的这样子。对，他吃什么？然后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就看着他们其他，我就说，170，可它挺厚的，它这样子。对，但它吃起来就，它吃起来真的很不，它的口感很不像牛排。它像什么？很不像牛排。就它的口感不像牛肉，也不像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它的口感吃起来不像牛排，但是它的味道是算是肉，但是你会觉得很像是罐头的味道，罐头的肉之类的。嗯，就是可能就组合肉吧。对啊，有可能，而且今天就是那个服务生，就是他可能语言比较跟我们比较没有到很通顺，然后他今天跟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都听不太懂，然后还有个奥嘟嘟，奥嘟嘟我们听不懂，真的，他讲，然后我们就说，所以不好意思，这个我们这样就这样的话就只有一个嘛，然后他讲，哎行。然后那个谁挺好吗？还是谁就哈？他又感觉更火。对，我就说哈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再说一次吗？然后他讲，我说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，然后那个黄田就说啊，那他不要讲这样。结果后面他们老板过来说，不好意思，你们不要面要酱是吗？然后黄田就说没有啊，我要面，但我不要酱。然后老板也被搞到生气。他想说你们好烦哦。我刚刚看到一个留言，他说。希望今天去上阿都主义，我自己是蛮想去的，感觉很好玩，应该很好玩。希望有那机会。嗯，是这个吗？我不知道，不能说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名字。我们就是觉得好吃，我们就去吃。嗯，我就觉得哎，好像不错，可以去吃一下。对。对啊，不要只问奇怪的问题啦，我真的是。不然我来学一下。哎呀，我也突然想不到可以问什么问题。OK， 你们明天早上起来起得来啊？起得来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起不来就罚500块吧。起不来是500块，还要自己去。有人说蔡生看我头天，我看不太到，因为太小了。好，我等下努力看好不好？推完冰霜麒麟。玩冰啊！我们没有，我们已经走了呢，不好意思。明天或许、有人说故事还没说完，我姑姑的女儿的同学要给你们签名拍立得。嗯 ，OK 啊，可以啊。要变上来了，有谁？现在还有谁在？我看不到。我们不要这么随波逐流，我们要做自己，我们不要随便说什么，我们做什么。对，因为你知道一进来的时候就会开始很怨杂乱。好的，大家不要再讨论我的室友是谁。嗨，不好意思，我来了。又有新房客了。新房客，我们现在在录影间。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在录影哦，待会就讲话注意。啊，好可怕哦！请问是红队的蒲阳吗？什么啦？我不知道。这是谁的账号？我的芭比，因为我手机看不到留言，所以用电脑看。然后这是原子的公开上，陈芭比的。哎、欸，你看我那个角色爆掉，然后直接全部渲染。哎、欸，你给他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很炫技的玻璃。来，我跟你说，你们鉴定没有？哎、欸，你不要摸那个会染色哦。哎、欸，你们的玻璃太酷了吧！但是这个里面根本没东西。哎、欸，好酷哦！酷吧？哎、欸，你们不要反射。没有，这应该是电变箱啦。电变箱，可是也太外露了吧？厉害吧？你会想不到吧？我也想不到是蛮酷的哎、欸。那你们天花板可以拆吗？可以拆。我们有尝试过要拆，但是我们发现拆不了。那就芭比的，感觉差不多了，各位。哇、啊，你刚刚说，你刚有帮我说，你刚刚就是没有说、欸。我这是沾到什么了？很大，我一直在等这个，我不知道。为什么沾到咖啡色的物体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才刚拿开，是你的妆吧？哎、okay. 欸，
没有，我才刚带。邀风鸣，我们不邀人的，谢谢。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，各位。各位拜拜喽。因为他手机没电了。我们就八号见哦，来跟大家说再见。我们八号、九号、八号演唱会，九号太空港。好，就这样。来蔡正。然后我们的募资，我们要继续往上冲哦，各位。好，那交给你结束了 ending， 我帮你拿。好，跟大家说拜拜。